嗨，大家好，巧克力现在呢是在格尔木了，然后我们今天看一下遇到了哪个大美女，我们的心雨小姐姐，然后在这边坐一会儿，我们等一会儿去看看她的房车去聊会天，闹会嗑，是不是还差了点吃的呀？小上茶，上茶，连工资都不给我发。工资也不发，一天就让我做事情，来吃的。要不是有客人，我跟你说，你今天你想吃吃吃个屁呀、啊！你吃。反正今天就要开除了的，无所谓。给你点脸，让你休一下，嚣张一下。哎，还有道具不？导演，上点茶水啥的不？茶水上呀。上。咱还得烧啊。怪麻烦的，我还不给工资。我们去看一下心雨的房车去。嗯。来，这边呢是我们昨天晚上的露营地，还比较宽。这一排过来呢，基本上都是做视频的朋友。网上买的吧？这是那个大疆的运动车。我用两台船车，房车，那个能出车好多了。你们那去的哪？你买个无人机吧。可以，我不会玩那个。这个妞啊，真的是瘦的。我准备买个无人机。这个腰，哎呀妈呀！我如果能瘦到这个腰的话，那我，你们懂的。妈，今天好瘦啊。心雨这个房车是暂住的，非常非常棒，不知道我何时有这个荣幸能够得到一台暂住的房车呢？赛德房车，其实我好像没怎么听过。赛德，人又美，心又甜，长得漂亮又有钱的小姐姐。嗯，前面就是一个驾驶室，依维柯底盘的。依维柯。对。两座的。对对对。然后这上面有个床。对，额头床，慢点。后面有一张大床。啊，这里是控制器。对对对。电视，这个电视你们用过吗？没有用过，很少看。因为晚上几乎都是做视频呢，或者是倒一倒就等倒到后半夜左右。然后这边是一个卡座，这款房车呢是四个人的，这可容纳四个人。对，你这个360有用吗？用啊，平时都用啊。会弹了不？不会，还不好使，假的。19.9买的，就给我买了个笛子一样。对，就是听上挺愿意啥。然后这面就是一个洗手间，洗手间现在里面收拾，你看一下。其实这个空间还是挺大的。洗手间的话，嗯，你们平时应该有在里面冲凉那些吧？对。然后后面是有一个大床。哎，它这个厕所怎么排？就是排水箱。怎么排出去呢？排出去有水箱，有黑水箱，下面有个黑水箱。你说是马桶吗？还是说马桶？叶子是堆积在那里，然后到一个地方，然后给它放。对、就是、对对对对对。不，那个是一个桶，是一个小桶。然后你要是用过了之后，然后你得把那个桶给拿出来拎着，然后去公共卫生间就到了。这样的呀，我看过那有一期视频，我是坐在这跟空姐似的，一个小拉杆箱。对，然后这边是冰箱，这里面现在都堆满了，堆满菜啥的。昨天我们吃的火锅，然后下面冻的是肉，它是双层的，一个是保鲜，一个是冷冻。这个冰箱够大的。冰箱是够大的，然后上面是一个微波炉。这设备是真齐全。然后这里面就是橱柜，我都是装一些衣服什么的。你这没有冬天的衣服呀？有啊，这儿呢。
羽绒服，上面那几个棍儿都让我给放满衣服了。你要像我那骑摩托车，这点衣服完全不够。我不行，我出来，我这是新买的衣服呢，还我说要给他退了，这衣服穿着太大了，退了。这个一个人睡起来感觉是挺舒服的呀，的但是西藏这面比较冷，尽量多铺几层被，然后多盖几层。那个是啥呀？那个就是一个无叶的风扇。风扇？对，无叶的风扇。这风扇高级啊。嗯。请问它都没有叶片？没有叶片。然后这块下面是一个小冰箱，怎么不是这个是一个洗衣机？风啊，滚筒的，用过吗？这个滚筒洗衣机用过一次。设备是真齐全。这个房车的话，我觉得比平时看到那些房车要好哎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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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是我的房车呀！哦哦哦哦哦哦哦。走了呀，拜拜，我跟心雨一起走了。这就是女神跟女汉子的区别。其实我也挺汉子的，有的时候。不是你看你有我汉子吗？那没有，差那么点劲。我是扎完蝴蝶结之后我就女人了，卸下来之后就跟你一样了。那我是不是也应该扎个蝴蝶结？嗯，然后这个房车它是如果说。在外面买的话大概是多少钱？裸车的话是45.8。嗯，45.8万。对。它油耗高吗？大概是14-15个油吧，我觉得还是可以接受了，毕竟车这么大了。嗯。好吧，心雨他们等一会儿然后要走了。对。聊会儿天儿唠会儿嗑然后就拜拜了。嗯，亲一个。比起来我就像个汉子，他就像我可以单手把他扛起来。嗯，不要。刚才见面一下子给我举起来，我笑废了，太汉子了。见第一面的时候，我直接给他扛起来了。我送你离开千里之外，一脚把你踹。好了好了。耽搁了他一上午时间了，没有着急赶路了，拜拜。没有缘再见，他都没见啊。会再见的。